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探个小重点。本期视频由起点车行赞助播出，免费估价上门服务。今天的推送有点小众精品意味，但跟我一样对兵器或者中世纪主题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看过来。亚特兰大东南的 Conyers 有一家小小中世纪主题博物馆 Museum Replicas， 是亚特兰大刀具公司旗下的一个门店。这边其实也不光是中世纪主题了，还有希腊、维京时代、文艺复兴，甚至蒸汽朋克风的各种男女装、兵器、雕塑等等。其中不少是电影中用的道具的授权复制版，比如这把《指环王》中 Aragorn 用的剑，还有巫师 Gandalf 用的魔杖等等。亚特兰大刀具公司手里的版权合作还是有点东西的，合作方包括派拉蒙、华纳兄弟、环球、二十世纪福克斯、迪士尼、HBO、卢卡斯影业、索尼、漫威、DC， 甚至暴雪这样的游戏公司。2011年，他们还收购了欧洲一家专门做西方历史古建的公司。当然了，门店中能展出的东西还是有限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家网站浏览一下。他们的产品线超级丰富，除了 historical 和 fantasy 的 weapon 之外，也有 military swords 或者是日本武士刀等等。总之是一个买相关产品的好地方，感兴趣的快收藏起来吧。